不是你俩瞎吧？这么大的车看不着啊？不是你，对不起兄弟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下回看着点儿。这算什么素质啊？这是，算了算了，走吧。美女美女，把那脏手拿开，敲什么敲啊？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？ 撬坏能赔得起吗？老板，你刚才开车的时候把我笤帚压着了，你看能不能往前挪一点？我把笤帚拿出来。不是，我说你们是不是都瞎呀？看见我车过来了，还把那破铁条往车底下放？啊？你知道我这是什么车吗？撞坏你能赔得起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把你卖了，你也赔不起。走开！来，媳妇，下车。 把车给我开好喽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，老板。真没素质！这楚总怎么还没来呢？签个合同磨磨唧唧。呀，你就是楚总啊？刚才实在不好意思啊。 没事儿，刚才都是误会，先坐吧。老公，你看这包好看吗？多少钱呢？咋了？买了。老公，你真好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这个合同马上就跟楚总签了。哎，楚总，咱们这合同拿过来先看看吧。 喂，妈，咋的呢？你怎么又要1000块钱呢？不签了，这不刚给你转500吗？行行行行，我挺忙的啊，挂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，楚总？给我坐下。张总，作为我的客户，我可以容忍你的一切。 但是人品不行，我绝不容忍。谈生意就谈生意，别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人都不会做，还谈什么生意？这一巴掌，我替楼上的保洁打的。这一巴掌，我是替你妈打的。你妈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你就这么对她吗？自打你对你妈不孝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开始遭报应，而我，就是你报应的开始。滚！